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琦，我们的开箱视频开始喽。520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这条视频的成交会送给所有女生520的礼物，价值有10万块钱的礼物哦。迪奥，我先开大的还先开小的呢？有点纠结，那我先开大的吧。来了来了，鞋子。这一次他们家鞋这种老花的真的好好看，它不容易脏，因为它是那种胶状质地的一个鞋面。小盒子里面是什么？两瓶香水，迪奥男士淡香水，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迪奥小姐满满的充满甜蜜，就是爱恋的一瓶香味，是一个对生活有态度的女生去喷的一瓶香水。如果你想送给男朋友一瓶香水，迪奥的男士绝对不会错。哇哦，像穿了一个西装的绅士的男生的一瓶香水，它的前调是有点偏清新的柠檬香味，后面会有点偏木调的，有安全感的一个味道，男香女香，情人节的时候送给你的另一半哦。今天我们会送出5瓶男香跟5瓶女香给大家。Tory Burch， 好好看，你看这个花真的超好看。Wow wow wow wow， Tory Burch 携甜蜜之礼向你大声告白，我觉得女生应该会很爱这款包吧。哦哇哦，它的链子是这种金链子，我觉得它更好看了。妈，帮我展示一下。我帮你送它吧。那我送给你，我送给你。你这个夏天随便怎么背都很好看呢，是不是？纯色的 T 恤，纯色的毛衣，纯色的针织衫，然后一条牛仔裤，搭配一个这个包包，完美，卖爆卖爆卖爆！搭配他们家一条丝巾，就是旅游照。这样就像那个哇，撑不是，东西装多了之后，它会撑起来，它的形状还是会有的。感觉是现场卖包了，我们两个开始，就520的礼物送给你。Tory Burch， 谢谢你。Tory Burch。Tory Burch。Burch。Burch。所以我的英语是什么样？遗传的啊，这不能怪我。哇，这个是他们家的手机包，好看，而且还有绿色耳环，也很漂亮。包包挂饰，然后还有他们家的卡包，太爱了，随机送给大家，直奔礼物。下面一个，当当当，里面是兰芝的彩虹唇膏，然后下面还会有两个他们家比较热卖的一个隔离霜哦。哦哦哦哦，听说15号色跟03号色比较好看，我们来看看这个颜色。要拔开它，然后再把它推出来。它现在做的是一层、两层、3层、4层、5层、6层，可以直接把深的颜色涂到嘴巴里面，把浅的颜色涂到外面，就一抹就变成李佳琦的。波波妆，这支颜色15号色，伯爵奶茶棕，会有点西柚豆沙的感觉，完全不拔干，很水润，就上唇是没任何问题的。03号色啊，很漂亮的一支橘红，我觉得这是女团色了，橙色的那种活力橘的感觉，年轻活泼一点可以选择下面的3号色，想要稍微的自然一点点，可以选择15号色。我们会送10个女生每人6支兰芝最新款的彩虹唇膏，谢谢兰芝，谢谢你。 Tiffany 她来了，我就是 Tiffany 男孩，我超爱他们家视频。亲爱的佳琪，送上全新 Tiffany T1。 不对，如果是手环的话，它的盒子会大一点点。对啊，是戒指。哇，很好看哎，很修饰你的整个的一个手指的形状。它这边是一个 T， 然后整个围绕过来，怎么看都是不一样的感觉。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看我视频的男生，真的赶快去中国官网 Tiffany 的官网去买 Tiffany 的饰品，送给你的另一半，他绝对会超级超级喜欢的。我们 Tiffany 也会送10份30ml的香水给到你们。花西子来了，礼盒里面会有一个百鸟朝凤眼影。花西子真的每次都在不断的超越大家对于国货品牌的一个认知跟期望，每一个细节都是你舍不得去用这款产品。哦，这是什么？花西子玉容蓝莲养肤气垫粉霜，好不好看？补妆的时候它都在发光。还有蜜粉饼，它上面就是两只小鸟，粉质超细腻，巨好用，补妆无数次你的皮肤都不会有厚重感。我们会送同样的礼盒10份给了大家。Le Mail 左一层右一层，包得非常的完整。亲爱的佳琪，520将至，海蓝之谜为你倾心献上 Le Mail 奇迹礼盒，他们家身体就涂出来完全不油腻，就很舒服，就很润。女生要精致，不仅是要保养脸部，身体都要去找到好好的保养。 Le Mail 的精粹液，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就请用精粹液修复，保湿补水真的是一绝。是 Le Mail 的修复精华露，干敏皮痘痘肌，而且皮肤容易粗糙敏感的女生都可以使用到的，不敢抹上去，感觉你的皮肤就变好了，就是有这么神奇。修复唇部精华，就是你只要嘴巴有干哦，你就直接把它涂在嘴巴上，它会有一点点让你嘴巴提亮唇色，会有一点点的细闪，非常非常的有光泽感。送10瓶精粹水给大家。茶林，好好闻哦，茶林香水的味道，四季面膜，春醒夏润秋养初润，伴你四季呵护疼爱，上面写了字，然后后面有一个520，这瓶香水上面有爱 Austin。 茶林春季面膜，受到的普洱茶精华保湿，然后补水，春天的时候大地焕然新生，你的
的皮肤也要焕然新生的感觉。夏天的时候太阳很大，稍微容易出现红肿，那可以用夏日面膜来做镇定舒缓。秋季面膜，角鲨烷跟茶油的成分，解决换季的时候肌肤敏感等问题。冬季面膜有到一些抗老的成分，紧致加高保湿。茶林会送大家15毫升的4季面膜套装，谢谢大家的支持，也预祝大家520节日快乐哟！希望你天天开心，甜甜蜜蜜，一定要记得多多点赞，多多评论，多多转发，我们会有10万元的礼物抽奖送给大家，谢谢大家了，我们下一次开箱视频再见，拜拜。